参赛团队是我们来自于哪边？基隆，基隆，他们叫 Rainy City Kids， 掌声欢迎！不不不不，小二小二，这么小，刷一发刷一发。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他们黑不不熟。哎，好，蛮快说罢了，谢谢啊。吴大师 BB， 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 BB， 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哦，吴大师。他太太叫 BB 哎，吴大师 BB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B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，桃山隧道的意思。看起来年纪最大的那个，就你啦。
你几岁？八岁。八岁，哎，很奇怪，跟小朋友讲话都自动会变娃娃音。你几岁？八岁。哎，你几岁？八岁。你也八岁啊？你们是 couple 吗？你们是情侣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乱配对。那老师帮你们安排这个舞，你有觉得很酷吗？有。老师有没有来到现场？有。老师在哪里？老师好棒。想对老师说，这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，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带下你那个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！哦，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哦，你把他们当人体游乐园在玩吗？这样是正确的吗？哎，你们刚刚做了很多很多很有技巧性的动作，比如说你是被甩来甩去，被接来接去。你在练习的时候不会害怕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很好玩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有没有失手把你摔出去过？没有。真的、哦？那我抓紧紧。那你我问你哦，对于他刚刚把你踩在脚下擦鞋子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没有。没有 OK 吗？老师很好，来最大的女巫吧。你知道最大可能应该是你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你是最小的。那我问一下哈，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“超级白”怎么翻？大家跟努比比手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努比比手。大家跟努比比手。对。好，门口是巴莱，谢谢哈。你几岁？十岁，十岁，来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大家都一直往后，后面到底有什么呢？来，哎，哥哥，请问一下，你跟这一群这么小的弟弟妹妹排舞啊，你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好像没有，他们都很棒，他们都很棒，感觉你们是个以爱为名的家族这样子，你会标他们吗？不会定他们吗？都不会，就是好好的教小朋友，好温和，老师你怎么带出那么温和的团队啊？很棒哎。访问的同时呢，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评审老师有多一点的时间提醒一下我们的体育哈，因为每一个参赛队伍都是非常用心的准备。老师现在很挫，不知道你会讲什么。谢谢老师，他每天就是晚上都会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练舞，然后不会的地方他都很耐心的一直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吗？知道。因为他是你们老师啊，傻瓜。好了好了，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来自我们基隆的团队来。休息了，来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我说你叫张瑞什么？张瑞轩。好，来。啊？那个帽子吗？帽子。第一了。这样很帅啊。第一名是谢丽香。第一名当然是谢丽香哥。是谢丽香哥。是谢丽香哥。是谢。谁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身边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全是你的妩媚。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不要轻易丧失放纵的滋味。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亲爱的，来吧，再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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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
要过你，我来的心，那大伙大大的大大的天明，哦哦，一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，无法是比比，无法是比比，无法是比比。三十号，新乡都数得到。来吧，问一点基本资料哈。你国语名字叫张瑞勋，张瑞勋，对。22，几年次的？报告79，几年次的？报告79，几年次的？报告79，79年次的是哪一组？泰雅族，爸爸妈妈都泰雅族。是，住哪一村？我住在南投县南安乡，应该算立行，立行村，因为我妈妈是发小，妈妈讲发小，爸爸是立行，对，妈妈是发小，爸爸是立行，那你太阳名字叫什么？我太阳名字叫柔性马过啊，柔性马过。玩音乐的应该有音乐吧？应该有一首，一两首音乐，英文歌。可是我不是主唱吗？你平常会练一点点吗？好了，谢谢。还有什么话讲？啊，我很高兴认识你耶。什么话讲？啊，我很高兴认识你耶。什么话讲？啊，我很高兴认识你耶。你知道五大师 BB 在我们泰雅族是什么意思吗？男生女生传宗接代的生命的器官。错了。这个它的本意是指男生女生。哦。是，不是不该知道的，懂不懂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拜拜。五大师比一比。